当地时间十一月十二日，特斯拉公司 CEO 埃隆·马斯克对新冠测试的准确性提出质疑。马斯克声称，他一天之内进行了四次新冠测试，结果两次呈阳性，两次呈阴性。马斯克在推特发文表示，有一些极其虚假的事情发生。同样的机器、同样的测试和同样的护士，却测出两次阳性、两次阴性。马斯克进行的这四次检测都是 B.D. 快速抗原检测，他还在等待不同实验室的聚合酶链反应 （PCR） 检测结果。 有推特网友问马斯克是否有症状，马斯克回答他有典型的感冒症状，目前无异常。马斯克此前曾批评过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和封锁措施是法西斯主义，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。